开拍之前有私下约过一次聊天，然后因为那次就是对开始对彼此比较了解，因为我们其实没有聊什么，我们就聊彼此的生活啊，什么经历啊，然后就了解之后，其实就发现我们蛮个性上或者什么都蛮有默契跟蛮互补，所以其实，在拍摄就虽然是拍摄过程越来越熟，但是就是也没有那些尴尬，就我们还算蛮有默契的，就拍什么都就大概知道。很早起床去迪士尼啊？对，这好像很常态。四点，三四点起床，凌晨四点去。对啊，对啊，就出发了。起床去迪士尼。对啊。那怎么样？有玩到想要玩？有，这俊远好像有早起。有，你有送我一个那个《星际大战》的水壶。哦。星际大战的水壶。对，我们两个都还蛮喜欢的。对，那次玩的蛮好玩的。那你们之前有做看男片吗？做有。你们是一起看吗？啊，不。没有，分开看是吗？分开自己在家里稍微快转快转。没有快转，可是看不下去是吗？不是看不下去，是我做这个功课不是要知道，我主要是知道什么姿势是合理的，因为我们。对，因为毕竟我不是同志，所以我不可能凭空幻想一个姿势，或者是男生对女生可以用，只是不代表男可以。对，所以才去看一些姿势啊，或者是 Google 一些姿势，主要是姿势，因为我不想要做一个我认为男女可行，然后男就可行的。对。飞哥，你这次回来待多久？看情况吧。你是来吃菜啦，唔通哦，将恁娘家哦的面子哦。我想像蜘蛛，一个都不放过，每个都爱。这错了吗？你能做到的。状态嘛，所以其实我们两个人当然就会选择比较能够看到对方的状态做。那他后面就是有些是工作嘛，有些是什么，所以就会有不一样。我看邓威哥演了，他演得很好啊。但因为我是工作状态，所以我其实没有认真在。我一本到后面自己来也都是闭着眼睛，闭着眼睛，就闭着眼睛，没有看他，没有看邓威哥。对，就是因为。对，因为没有爱，对，但是我跟他，其实我觉得男女都一样，就是你爱对方震动的时候，你们在从事性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也会很想要看着对方。嗯，哎，没有，很想要，还是当然怎么可能不想要？但是就是没有当时那个，就是孤注一掷的那种权力，就是心里悬在那边的感觉的，就是一种。就是想要，但是我觉得就是一种抱着希望去就好了。我也没有准备什么得奖感言，什么都没有。那我五年前有，你没打算要准备？没有，我就因为有准备，就会给自己很多的期待。而且我觉得年纪可能是一点，因为毕竟也差了五年嘛。然后第二个是，我觉得就是继续拍片嘛。就是我觉得就是一直拍一直拍，然后每一部都认真的话，其实还是有机会的。然后再加上这五年来，其实就是身边认识比较多圈内的人，所以有些也当过评审，然后其实他们就说人家就是评审口味，对，所以你不知道当年评审是谁，你也
因为电影是很主观的，就是你很喜欢这个电影，不代表泽琪很喜欢，不代表我喜欢。你很喜欢他的表演，不代表他喜欢。每个人不一样，所以这是看评审，所以觉得，就我觉得这是命，就是天时地利人和都撞了才会撞这样，所以就觉得那比较，因为当年会觉得啊，五分之一有了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对。但评审是就是看评审口味嘛，现在就是看开。真的看比较开，对，但是你要说想不想得，当然想得，所以我不会，你刚才说比较就是没有那么想得，没有没有，也很想得，谁不想在家里多一个奖项摆在那里？